你不知道我在大忌吗？你可以呛我，但是你不能呛聊天室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我最火的是人家在讲我的观众跟我的粉丝吗？我有说过他说错吗？我只是说他讲话的那个态度的问题嘛，这个又不是对错的问题。开双流扇是不是可以吗？真的吗？双流扇就可以了吗？不能骗我，双流扇就可以了是不是？双流扇有五 combo 哎，下去吧，宝贝。没安装，没安装，这刚够久。双龙闪加拔刀斋哦，要五组都一样哎。对啊，聊天室，如果你觉得有人这边捣乱了，你们尽管的给我编下去，不用客气。温可悲哦，没有啊，我不这样，大家怎么会跟我 feedback？ 但是你可以给我 feedback， 但是不要嘴那么臭。对，可悲。聊天室到你个共几改，你个公阿小聊天室，你在靠北聊天室是不是？聊天室有没有玩这款游戏？我不知道聊天室有没有在玩这款游戏，但是我知道你不会再看这一台了。你不知道我在大忌吗？你可以呛我，但是你不能呛聊天室，你知道吗？你知不知道？不知道没关系，今天你知道了。有问题你私信我粉专说你不是恶意在那边靠北的，好吧？我可以帮你解编。知道吗？你不知道我最火的是人家在讲我的观众跟我的粉丝吗？不知道是不是？今天你知道了？你是在云是不是？你不知道这一台他妈不能操我的观众和粉丝吗？你在云是不是？你到底有没有看过这一台？今天你看到了？没有啊？干嘛靠北我就算了，靠北你们干嘛？从他小。是啊，时光牌有两回功效又如何？我说你可以追我，不要追我光众，你是不是误会我刚讲的话？往前拉一下，你可以追我，你追我跟着干嘛？听不懂？对啊，时光牌可以两回又怎样？可以两回就可以追他了，就可以追我观众，这样吗？还是可以追人家可悲？对啊。对啊，那不知道其他死因怎么来的吗？不是说他说什么两回有错了吗？我有这样讲吗？我想大家都可以沟通，都可以讲什么方法好，什么方法不好，什么方法对或不对，都可以说。什么又是可悲又是云，又说什么来乱的什么的，人是到底有没有在玩游戏？这跟实话有什么关系？如果我要讲说实话，如果我今天我是说 if 啊，如果我今天说他讲话很靠北很鸡掰，这样很能听吗？是不是很难听？是不是很难听？是不是很难听？你自己说，人家好好讲话。说人家来乱的，这样就可以。这个叫好好讲话。可悲是好好讲话吗？来，你自己说。我觉得你讲这句话真的超可悲的。我聊天室，我跟你沟通成这样，我真的觉得你这样讲，你讲说人家怎么来乱，这样可，我觉得你这样超可悲的。如果今天我这样讲你，你心情还是真的觉得没差，你觉得很爽。我跟你讲，我绝对不会对你怎么样。如果你真的心情觉得超级不好的，干，我为什么讲你可悲？干，我跟你道歉。知道吗？这种东西安在你身上，你一定不爽快，对吧？但是如果让你不开心，我跟你道歉，我可以讲这句话，对吧？因为听观众，他不是观众吗？你不是观众吗？大家都是观众，没有谁有资格去靠北谁，都可以好好讲，听懂吗？没有人说他错、哦，我讲我有说过他说错吗？我只是说他讲话的那个态度，那个说辞。有问题，讲错被喷，那未必。我这一台没有人随便喷的，正常人心态会炸裂哦。没有啊，你可以讲嘛，可以沟通嘛。我首先第一件事情啊，我刚刚讲说磨这件事情啊，两回合就不叫磨，
这是基本观念，我这样讲应该可以接受。如果两回合叫做魔队，我平白性这个讨好的卡进来，有没有看过我玩过魔队？去看一下。如果有人说，哎，不能两回合，但是他也可以讲说可以两回合，你说错了，其实可以两回合，这个都可以接受，知道吗？态度的问题嘛，这个又不是对错的问题，是态度的问题嘛。我示范一次哦，眼睛不要眨，我只能死这一次喽，看好了哦 ，OK 了哦。OK 了哦 ，OK 了，一波起，一波起，一波起，叮叮叮叮，干那 game 看我的靠背啊！有同属哦，他有说同属吗？拙者はルロニ。香溜扇是不是 ？OK， 没有问题。香溜扇，给了一个香溜扇 ，OK， 没有问题。当然是还没有问题，没问题的话，我要香溜扇喽。是啊，看你老师哎，伤害不高哎，差这多哦，回解好啊。嗯，刚好像下面真的有一组火柱哎。下去吧，龙格萨！啊！龙格萨！看那么多阵仗还没死，别撸啊！我吸啊，你不吸我？那我沉默达人一定直接瞬绝的。我接了接，叮叮叮叮 ，Game Combo 的告别啊！看那么多阵仗还没死，对啊，有这一次会比较好过一点。干的，我是不是弄错了、啊？怎么办？开错技能了，机车嘞，这样会死吗？哦，不会，没伤害，就打到一滴。哎，干，怎么打他那么痛啊？刀可以转哦，多对轮回对我打过，看为什么？干光按连击箱等盾，我选攻奇怪啊！干我不能开拔刀斋呢？靠！干，竟然死在这种关卡，笑死！这个应该顺序是这个了，刚开错顺序了。弓前盾应该先开它，我终于知道问题在哪边了。我刚刚就是这个先开，再开弓前盾的顺序开错了。不用吹散，这样就没问题了，这样就妥妥了。对不对？
你用吹散，你以为要忘记放流啊？怎么可能？对啊。肯定老师，什么自打线还有绝对更新这种东西哦？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喜欢订阅旁边的铃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。记得分享给你好朋友，我是平凡星，我老。